再不会了，可以帮我拿一个豆腐头吗？你要拿什么？我要一个豆腐头，不然好暗哦。嗨，我们今天要来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在直播整理房间。对，我今天早上去买了，我今天早上去买了这个。我今天要来换季，我们今天来帮我们的衣柜换季，不是塞床底，塞衣柜旁边。就我之前不是有缝一个那个吗？我之前不是有缝一个，就是像窗帘的东西在那边，然后因为它的大小实在是太尴尬，它的大小是35公分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34公分的箱子，然后我要把它塞进去。对，伸缩杆后面。我们今天一个半，然后礼拜三是直播生日会。对，就整理衣服啊。我第一次这样子、欸、整理衣服。一箱装，但装不下，我买了6箱。我买34×4.5×30，我买了6个箱子。我买了6个箱子，你怎么扛回家的？你知道它其实超大一个，我那时候想说，我应该扛得回家，后来事实证明我扛不回家，我搭计程车回家。今天的双眼皮贴不好，看起来好像内双了。我们来放个音乐，然后还买了新的衣架。爸爸爸爸，你们期待もっと確かなもの Maybe 好き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。片思いでいい言い訳 maybe。 你买箱子的钱？没有，箱子更贵，箱子更贵。在海里的工作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就是装换季的衣服，因为你知道现在天气有时候忽冷忽热，我就想说我要找一个抽屉式的，这样我到时候比较好整理。我今天如果没有跟大家嗨嗨，可以吗？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开始不嗨嗨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要收东西。我就是想要收东西。我今天非常居家感，对，因为我就是想要收东西。我们可以边收衣服边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、啊，然后放个歌。今天就是一个轻松的台。不会有过多的压力，然后就看我收东西。我今天不想，没有，我没有不想打招呼，好不好？你们又在乱造谣了。我买了6个、欸，超多的，超大的箱子。因为我想要把一些比较，但我有点想要把之前的那个拖出来。洗衣服，哎，先去旁边。全部呢，把它放在床上整理。可是我也在想，这个大小其实冬装装没多少就满了，冬装装没多少就满了。先把大衣收起来。妈妈
熊装，把他熊装收起来，已经夏天了。先把一些这也是冬天啊，还是夏天的给我穿，但也是不太有机会了。大衣，哦，我的大衣真的好多件。靠，平常不会买。我没有地方坐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来拆衣架。这是韩寒的熊熊装，虽然我也是没看到这穿几次了。哦，这个熊熊装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这熊熊装是居家女友小迪身上的那一件。Hello， 这个放一件就满了，是在跟我开玩笑？这放一件就满了，在开玩笑？哦，超真空有啊，可是没有这么小的。有啦，我有抽真空的啦，不过都是超大，都是抽那种那个叫什么？抽那个，哎呦，我肚子怎么那么黑？都是抽那个，抽棉被的那种。我没有买小，感觉可以买一下小的。因为我现在都先放大衣啊，大衣放下去一定就很定位啊。等一下，先丢旁边，我根本已经没有地方坐，我不知道怎么折衣服。这里的空间是真的是没有很大。啊，算了，这箱就给李彩姐，让她自己自由发挥。我要自己放一下，她自己想放。哎呦呦呦呦！自己想办法。啊！好热，这整理冬装真的好热。拉熊，拉拉熊，这个真的是很占位置的睡衣耶，可是它就是很可爱啊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反正既然都没有穿，我原本为什么会要穿这件？但后来是五月真的是穿这个我会直接晕倒。我不是有给你们许愿吗？然后就有人许愿说这个，但这个五月穿会昏倒，所以我们只好之后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再穿。你看，我多爱这个牌子，一堆衣服都是这个牌子。是装不了什么，感觉真的应该买个抽真空的，不然真的是装不了什么，就买了。Hello， 满了，我在放大衣而已呢。冬装真的是很定位耶，
可是我必须要把东东收起来，我才有。哦 ，sorry， 涵涵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哦，这是应该放最底下，这样只要挤它就好。好，那把它拿出来。わかってよ。羽绒衣，你就去最底下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尽情的挤压。女生真的是永远都就是永远不会嫌衣服多，然后明明就衣柜很多衣服，她说啊我就没有衣服可以穿，我要买衣服，她就买了一堆衣服，没有在穿的就那几件。哦，好满哦！我才放四件就满了，是怎样？在 Hello， 写 Hello， 哦，他居然，衣服很少一件，对，衣服很少。我一直想，我未来如果卖二手衣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要买二手衣的部分。其实基本上把那个大衣收起来就多很多位置，接下来应该要收毛衣，买爆。有上过几件上衣吗？没有，这个算不完。我先举手买起来。因为真的太多了，而且还有那个没有拿出来，那边就是被我用抽真空抽起来的那些衣服。2021冬装，对，买新衣服就想买包买鞋子搭配，超难收，太会买了。
其实我很喜欢冬装的那个可爱的感觉，但是真的太重了，就是要收很难收，所以每次冬装换，其实我很少在换季，我都懒得换，所以我的衣柜现在有夏季也有，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。对，因为我懒得收。对，对不起，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类。你知道女生衣柜换季真的是一件非常麻烦的，而且哦，错误示范就是毛衣不可以用衣架挂，但我已经没有地方挂，所以我把它挂起来。毛衣呢，应该要用折的，把它好好的整理起来。但是呢，我就是已经没有地方了，我只好全部都给它挂起来啊。但毛衣挂久了就是会坏掉，对，所以其实是错误示范。对，会拉长，就是毛衣其实它真的要就是好好的把它折起来。衣服被放哇，不行啊，我的太多了。这个衣服的故事是，这是我第一次买日牌，然后第一次接触黑杂这个牌子。那时候是要拍那个叫什么写真，就是那个三单看见夕阳了吗的写真，我特地去买一套。就原本说我们师傅要自己找一套，但我觉得哇，就难得会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。所以我当天拍的时候是全新的衣服，拉长就是这个版子，就是审计新春那一次是新的。审计新春是新衣服。然后我买那套超贵，因为我买的是正价品，就是没有打折。可以呀，こんにちは。哈塞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这不是洗的衣服，这是我要换季的衣服。就是因为现在要变夏天了，所以我把衣服收起来换。那之后有啊，我很常穿啊，我很常穿啊，你们都没有看到吗？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认真看？哦，我要吼你们，你们都没有在认真看。哦，你看毛衣，那套是新买的，那个时候。还好不是我，他们一穿就是哈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衣服都买，就是。有点，就是偏有点，就是有点金额的，所以我都会舍不得丢。啊，好疗愈哦，都是差不多一色的。衣服我怎么保养？其实我也没有怎么特别保养，我都，啊，这样我才说我很爱洗衣服，像我都就是丢洗衣机。然后我一定会用，我会用它有那种除臭的洗衣精，然后再加一般的香香的洗衣精，再加香香豆，再加柔软精，对，用四种。然后我会就是贵的衣服我都帮它套一件那个不套一个洗衣袋，然后把它丢进去洗，对，我会自打脸。香香豆，长时间开主食窝，里面挂了很多香香包。我买了很多香香包，因为其实衣柜蛮湿的，这是我买的香香包。那你看，就是它真的很湿，就是用没多久就。对，大家衣柜一定要放除湿的，不然台北这么湿，真的超容易湿掉的。有啊，这个是香皂口味的。然后差不多哎，因为我喜欢的就是那几个味道，我喜欢香皂的味道啊，白麝香，所以基本上我的衣柜不会有太多奇怪的味道。台湾真的超真的，
但是要不要换牌子啊？没有，这是厨师的，这是厨师。谢谢 Popo 的啾啾你哦。谢谢。对啊，不厨师会有霉味。我觉得还很多。我今天买了新衣架，所以我要把我的 Snyder 的全部都换一架。我要把我的 Snyder 的都换一架耶！买新的衣架，我上次借我妈穿新衣，就今天送去干洗。对，它不一样，你看它要洗衣袋，把它送去干洗。因为它比较高级，所以把它送去干洗。妈咪穿起来也蛮，就是也蛮没有违和的、啊。一大多都要干洗，就是还是要看啦。有的时候就懒了一点就对，嗯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哎、欸，他没有把我里面那件挂起来。这个哦，这件衣服就是它很高级，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内衬，对，就是有一个内衬，然后。先挂内衬，再挂外衣。再把它扣起来。看，漂亮，漂亮。一直很想当一个精致的小女生，但我这里环境不是精致的小女生的，我穿的都是不是小女生会穿的衣服。对，就是爱丽丝那一条。请爸爸帮我送干洗，然后这一套也有那个哦，它的绳子在这里。已经够精致，没有，我还要再更精致。我的目标是跟那个小岛洋菜前辈一样精致，那个精致美少女。君の中に。哦、oh, ，sorry， 挡到你们了。先挂里面，再挂外面。衣服的蝴蝶结啾啾，先挂好。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？还是其实蛮好玩的？好像看偶像收房间也不错，就是也知道平常有多少没有穿的衣服，好像也蛮有趣的。蛮好玩的，你整理很可爱，谢谢。哦，我挂错边了，算了。可以看一件，对啊，就是一个告诉你我还有多少衣服。
然后还要买一个护着衣服比较不会拉到的。它是好像是防止衣服拉变形，然后可以保护衣服的一个东西，好像也蛮好玩的，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，就是很日常生活，然后我可以一边，不然其实整理房间很无聊啊，但是这样子整理房间就很好玩，就可以一边跟你们聊天，然后可以给你们看我平常的感觉。不觉得很好看吗？精致、美丽。明年见。这些没有啊，这些没有要收起来，这些贵的衣服不会收起来。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。这件真的超好看，真的不是我的错。我真的好爱这件，这件真的好漂亮啊！这件我很喜欢的一件，也是 Snyder。我最近很对这一家就是。很喜欢，就是对，很爱。衣服都有绑带，就是一定会有蝴蝶结啊。然后好多塑胶袋，因为我喜欢蝴蝶结。怎么分辨哪些是贵的？有时候衣服的手感不太一样，就是。对，就是它会比较摸起来不一样，所以我穿不太漂亮了。这是小公主的衣服，我的人生指标就是当个精致的小公主，精致的小公主，希望我可以贯彻我的人生哲学，当个精致的小公主。衣服上，哦，对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对。整条衣服上，就是看它怎么设计吧。可是好像像这种比较贵的都是分开来的，这一家啦。后期的都是贵的。想要当精致的小公主。嫌弃的狗狗装，这两件先留下。这个被你们嫌弃的狗狗装，说什么啊？是小熊装，狗狗装，狗狗装，狗狗装。你这群人，他是狗狗装。找大件蝴蝶结都拆掉了，对啊，当然拆掉啊。那时候我缝上去的，因为它就只 for 那个合照会，对，还被大家嫌弃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特地缝那么久，结果一堆人说他是狗，他是熊熊装吗？他是狗狗，
狗狗 Wang 的狗狗，狗狗它不是熊熊。虽然我这个人不太会画画，你们可以笑我画画，但不可以笑我不会手作，没有啦。好笑啊！上面的衣服有点不知道从何收起。哦，我这次还买了裤夹、裙夹。我拿一下我的裤夹，我好像在另外一边。可恶！米娜桑，等我一下哦，我拿一下我的裤夹。哇，我的衣服掉下去了。这里东西已经多到我没有办法走动了，哎呦。好像这已经收过抽屉了，对，所以这次是剩旁边挂起来的地方比较多。哦，好开心哦！我不知道什么，一边收东西一边跟大家聊天。啊，还要收什么啊？真的好多东西哦。十对啊，10%而已，我还没把那个拿出来。我还没把该拿出来的拿出来整理，那个拿出来之后就很多了。啊，但这些都不知道到底要聊什么。元老级在，有元老级在现场吗？你应该就有看过这些很旧的衣服。哦，我的衣柜还有好多还没穿过的。但是妈咪不要看的直播哎。check it out， 看，哎，不然三次直播真的哎，真的，无性生殖的衣服，
就是他很奇怪，他都会自己冒出来。明明我就没有，明明我就对啊，我对了，好了，我有买了。妈咪不要看，妈咪不要看的直播。妈咪不要看我直播。嗯，但这些衣服感觉不会再穿了、啊。但就是蛮可爱的这些。啊，大家都就感觉要送洗了，这些都放太久了。这几件都是，是哇，哎、欸，也有几年前啊，算是几年，也有快五年了，这些衣服，哇哇，哎、欸，很久哎、欸，快五年的衣服哎、欸，对吧？五年了吧，快五年了。五年，超久了。你不觉得长大后那个时间都过得特别快吗？长大时间过得特别快，我都不觉得有过那么久。我要说吗？我可能会先把它洗一洗。因为太久了，它都就是衣服放久，多多少少都会那个。我播音。对啊，今年第三季哦，完蛋了，我老了，我怎么老了嘞？哇，难得看了就。有边界的衣服，就是平常就是捏干净，硬给它塞。有人知道这件外套吗？哦，都是衣柜味。有人知道这件外套吗？有没有人觉得很眼熟？有没有人看过之前那个？就是之前甄选时期。然后我跟妹妹有一起穿，有外套，然后穿这个外套在那个叫什么 Disney 牌，有印象吗？好了，我不要考你们，你们应该不记得，要你们记得也是蛮难的啦，这太久了，好久哦。我还买了裤夹，我买了。这个可是好像很容易穿到手，就是要小心。因为我之前有在那个虾叉上面买很多裤夹，但我觉得那都不够紧，就是因为我衣服一多，然后它很轻易就被我弄下来。现在这是高级裤夹，要留给高级的裙子来夹的。对，就是留言区那一件外套，我跟韩寒都有一件。哎、欸，这样也不错吧？但你们回忆着我过去的回忆，也还蛮不错的吧？就大家一起怀念呢、啊，回忆过去。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？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越难了，情难。
难了。太巧妙了，对啊，强。唯一过去二战就唱，我们有默契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下次歌要唱这个，应该是没有啦。K 歌，怎样？你们要推荐歌曲吗？起来起。太可爱什么？我哪有这可爱？你们才太可爱。谁可爱？你们可爱，我可爱，大家都可爱，卡哇伊哟，卡哇伊。能推吗？你可以推推看啊，我看我有没有要唱。可以，它可以成为我的 maybe 之一。对，它可能会成为对，但不一定，不一定会唱。就是你可以给我建议，这样。这样我不很讨厌啊，叫你们给我建议，然后还不一定会唱。从此匿名的朋友，即使我的执着依然执着，却决心和你不再联络。不能握的手，却比情人更亲厚。那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。Barbecue 我不什么东西，开口就来。终极一班中唱，一二三四，哒哒哒哒哒，到九天玄，不，九天玄女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到九天玄女，哒哒哒哒到九天玄女，哒哒哒哒到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迷音了，不然我这个要被剪出来放精华。然后每次当我这样想的时候都太迟了。潘周丹，潘周丹19岁，潘周丹19岁，硕士毕业于什么英国什么什么大学。潘周丹19岁。你也知道，当然知道，我是谁。虽然我平常看起来很震惊，但名可是一个都没有少的。吃的不好吃，不吃的好吃，吃的比不吃的还好吃。你责怪，爱了到底去哪？硕士毕业于苏联式联邦理工学院。梦呢？可不可以也带上我？我不来了，我会很棒，不是情绪勒索。喜欢自由，不会去管你太多。就算你说想太要多，就能你觉得我很烦，让你很不好受。哎，我。对，我就是想寻求认同，所以我那天问嗡嗡说：“嗡嗡，你觉得我唱歌有没有进步啊？”嗡嗡就说：“有啊。”然后我就很开心，哎、欸、嘿嘿嘿，今天心情不错，对啊，很嗨、欸，哎，今天很嗨。噔噔，嗡嗡人真好，谢谢。客套好 ，OK， 你各位说的都对，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收音机。我听了一些，我觉得我平常应该不会唱。简单。
是谁的错，也到了说什么都无法改变的地步。我每次都会压抑，就是原谅我的努力。就算这样，还是写了一首波兰的歌，技巧生涩，但是勉强算是送给你的。什么东西？我。全部统统都往外丢，把人眼的缺乏选择。谢谢林果，救救你哦！哇，我给你的温柔，写四九课文，救救你哦！但你恨我啊！啊！谢谢霸王的救救你。好，我来看看，继续收，继续收，我们不可以停下来，不然会收不住。给你们看，大概不太有什么机会再穿到的衣服。但我每次都觉得买这种衣服很可惜，因为能穿的场合真的很少。记得你侧脸轮廓，记得触摸指着你斑驳的双肩，哪怕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。哎呦呦，好多没事。可以不相信永恒，可以不在乎流言，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，好了，我先收旁边好了，这样你们才看得到我。哦，这样好多东西哦，我瞬间不想收了，我瞬间不想收了，怎么办？行吧。先把贵贵音收进去。遥远尽头，渺小的星火，燃烧过才懂梦是什么。贵贵音在进去。慢慢收。那在这里我都要有你要卖衣服。哎，你们看得到？哎，哦，你们居然看得到哎！可恶，这样很乱，都被你们看到。谢谢，谢谢 Dragon 的救救你哦！等等会洗房间，会吧？不然我的鼻子就要爆炸了。开的线上评审也太棒了吧！哪一团啊？也太棒了吧！线上评审哎，慢慢说吧，可以说几个字吗？我也很棒，但就是对，就是女生的房间，就是很多东西。帮自己找借口。啊哈！哦，我踢到雨小杰输了。现在呢，要来开始最可怕的地方了。好，
我们一点一点慢慢来。李彩杰的课本全部都在这个旁边，我们先把它推进去一点。好，来了，可怕的地狱即将开始，我们要来进行最可怕的部分，就是，啊，那东西真的好多哦。然后里面有一堆柯南的周边。啊！哎！但是平常没事不会把它翻出来。然后为什么会这么有事把它翻出来呢？然后还有一堆包包。小时候的包包。哦，我开始了。那个包装纸，真的是不用留这么多呀？为什么留这么多东西啊？平常都没有把它。这是旧窗帘。哇，完蛋！我直接让你们看到我们家的，我的那个小空间到底塞了多少。我觉得有一些衣服根本不会再穿的，还是可以直接丢旧衣服。好，我决定顺便整理一袋旧衣服收。好，来考你们，你们记得这一件吗？你们记得这件吗？这应该要记得吧？你们看过本人哦，这个应该要记得吧？这个不记得我就要惩罚了。对，绿草地，哎，你们很棒，给你们一个赞，这是绿草地。对，但这件可以留着，这是认真是师傅。但我现在应该再也不会把它搭配了，除非我们要再重现绿草地。啊！这杯我们有没有的药？这是一堆普通的，我这感觉应该不会穿。以前的长裙。这个还蛮可爱的，但我也没穿过。这个是，现在还蛮可爱的，这个是。哦，好像打喷嚏了。现在这个。这袋要 T 恤。好乱，不是啊，因为已经就是真的也不会再穿这些衣服，说实在。就与其他卡在那边，不如给真正需要的人。可能整理整理，就是旧衣服什么之类的。对啊。有些真的感觉都不会再穿，我那时候都觉得还会再穿，但好像其实也不会。怎么谢谢？跳楼大翻版，这个没有人要了，这都是很久以前的衣服。
比较新一点的，韩寒的大学梯。哦，鼻子好痒啊！我真的没有在演，我认真在整理耶。我是认真真的在收东西耶，我觉得好好笑、喔。有哪一位偶像真的就是在直播上收房间呢、啊？我觉得也是没谁耶。T 恤先放旁边。哦，这是李小姐的，给她自己决定要不要。我觉得超可爱，这应该是我第一件日牌吧。小六的时候，你看小六留到现在，他其实还长得蛮可爱的，只是碍于他的材质真的是有点不太方便穿。小六的衣服，所以我感觉我衣服都留超久了，好热、喔，聊起来。我小六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就穿这套牌吗？就是我某次跟奶奶一起去日本，他买给我。但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蛮念旧的，我都舍不得。孔雀鱼不在，孔雀鱼在 cos 服的那个，这件可以留着，喜欢。那应该是我第一件日牌，呵呵。啊，我小六毕业好像就穿这件牌，你看我小六就这么红透啊。我毕业好像穿这一套牌，你有看到它闪亮亮的吗？但我现在也是真的是感觉以后复古风可以穿这个，但我搭乘应该是不会再穿它。然后我以前有穿，就是我们都要去买衣服嘛，然后我就穿一个，应该也是，你们知道山形屋吗？在那个可能奶奶那一代来说，算是比较蛮贵的牌子，它叫山形屋。然后奶奶都会带我去那边买衣服，然后好像某一次我就买了一个蓝色的衬衫嘛，然后就被我同学说。你很像，什么某一个的服务生？我说谢了，谢谢。先你们去查查看。嗯。礼物重新，对那个山形屋。你们应该有看过，路上蛮常见的。说我像麦差佬的店员，多的要来了。哦，好痛哦！我的皮肤。这也真的是不会再穿的，这个就是你才不会。哇，真的好多没有穿过。看 Abercrombie。
我没有穿过这一件，因为真的我不真的不知道怎么搭，所以我没有穿过它。哦，你们还记得约莫十年前很流行这种衣服吗？就是毛毛衣，全部毛的这种。可是说实在，我竟然没有想到他，感觉就是之后就不会再出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差一点，这什么衣服啊？抓起来看，高中制服，赶快先塞回去。差一点点，我想说这是什么衬衫？我差点把我高中制服拉出来，差一点点。哦哇哦！还好我没有拿出来，我想说这触感都有点熟悉。好，我们先高中制服放旁边。哦，这一代哦，这一代都是那个啦，这一代都是以前的那个。好，那我们这一代就不要开了。我们这代就不要开了，这代都是。其实好像毕业的也没差，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拿出来都不是制服了，我拿出来都不是。对啊，好怀念哦！我怎么开始怀念了？怎么这么多衣服？好怀念哦！好，我们其他就不要拿出来了。那我只能说，我觉得我们的制服还蛮好看的。哔哩的音，对啊，这一代是历史文物。我真的是一个很念旧，里面还有国小的班服哎，就是我真的都舍不得丢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东西都是有意义的，都是有回忆的，所以我很不愿意丢掉任何一样东西，就是衣服啊什么的之类的，我都不喜欢丢。以前那些有一定有丢过衣服，可是就丢旧衣回收那种。女生制服，你们高中？你不是男校吗？念旧真的，谢谢豆科的爱的熊抱。谢道科，你到底是哪一间呢？每次讲我每次都忘记，怎么还这么多？不行，我觉得我决定我要去拿一个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个袋大袋子，我把穿不到的先丢一袋。你们等我一下哦。地方可以落脚了，真是放好放满。
人海里相依。谢谢浪客，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的香槟六口派，加起来对，蛮像。这也是仓库吗？不是啦，是我把我所有东西都翻出来的房间，东西超多，因为我现在在整理。到底地上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就是很多衣服。好，我现在要从哪里开始呢？我现在要先拿一袋要去旧衣回收。其实很多都很新耶，就是真的都没有穿过。这是哪一件？你看，还有艾迪达，我都没有穿过。高中水手服，好棒哦！是哪一件啊？是台南吗？台南不是才有那个？更适合他的人。他每次收衣服都就是都很有，就是都是满满的回忆在收，就是每一件都是陪伴我很久的衣服。对我来说，回忆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然后看现在这些很多衣服都是之前穿着练习的衣服，就是它被我收起来，就会觉得它也是陪我挥洒了许多汗水的衣服。我又在国文造诣烂。这件可以先收起来，这件一定要。虽然我可能再穿它的几率也很小，但这是我的回忆。开着跟你们，虽然晚上有别的事情，但就好像可以开久一点。反正我也都在回忆，这袋到底什么东西？好像是大衣耶，普通多件大衣。他们对啊，他们已经被好好穿过，但就是不知道，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断舍离的人。我觉得断舍离对我来说很痛苦。找了一个冬天的羽绒衣，要被我吸起来了，傻眼。虽然妈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，但我们找了一个冬天的羽绒衣在这里。原来你在这里，我们找了你一整个冬天。虽然是吸起来的，我没有把这件拿出来穿哦，
哦，气气气气气耶！哎，好，我们看看。哎，傻眼猫咪！我买那么多大衣，疯掉！哎，我今年都没有穿这些哦，傻眼！为什么？然后我想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外套，我一直买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换季。好呀！啊！这一袋全部都是大衣啦，我想说为什么找不到？妈咪还一直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阿、啊、有没有在你房间？”我跟她说：“没有啊，不是在你房间吗？”对不起啊，妈咪被我吸起来了，被我收起来了。旁边全部都是衣服吗？我很困扰。算了，让他自己收，我不想收。又碰到。给他弟弟。哎，我找到国中的制服了。刚刚是高中啊，现在是国中。加服装。
怎么那么多东西？哦，我都觉得我要扭到了。我让它好好在里面就好了，反正那应该不在这里面。哦，到底为什么这么多娃娃啦？好，去沙发，去沙发。它整个限制住了我的位置。啊，但放不过去怎么办？它已经没有位置了。但是不要考验女生，到底可以在一个房间里面塞多少衣服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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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去了，然后现在怎么说？啊，我先坐一下。我现在要先把衣服放过去。来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毛衣哦？哦，它这是什么？大衣哦，先放这箱好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如果今年冬天我找不到衣服，我就问你们，我放在哪一箱？我今天找不到衣服，我就问你们，我放在哪一箱？我今天找不到衣服，就问你们。我需要休息一下，好累哦，好，很多哎，怎么那么多？不要再买衣服了，李佳丽，这么多，李佳丽不要再买衣服了，难怪会被念。丽丽丽，再买衣服就剁手手。啊，感觉这个好像比较少穿，是不是应该这个先放下面？是不是还可以再塞一件？
就像再见从不会再见，这个放上面好，越悲伤就越深刻，难道这就是爱情的规则，学会承受不代表学会放手，就像舍得从来不舍得，爱不用选择。我真的是让你们看到我房间最乱的一面。你的量没有减少，有减少啊，不过我要丢就一回收啊，所以当然会减少。我有整理，我没有，我不是没有整理，好不好？我要丢就一回收。换一下顺序，换一下顺序。觉得六箱可能不够放，你干嘛不把人机开强一点？灰尘会一直飘。好了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大家记得这一件吗？但我有点想要跟他 say goodbye。这一件是之前跟面面拍照的衣服。等一下，妈咪在不就表示她把所有的过程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吗？我都觉得很好看啊，但我这都不会再穿了啊。对啊，因为就不会再穿了。我想拿一个来装杂物，是不是太奢侈了？还是算了。它多高啊？36、38。638。我是不是可以再去买一个小的盒子装小东西啊？不要再动歪脑筋了。
放什么？我现在要说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有点无从收起了。我是不是可以再放一点？放一箱大衣的，因为都是大衣在多啊，可是这样没有留给涵涵哎。我想不起来。算了，先收再说，再收一箱大衣起来。哎。嗯。嗯嗯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。一杯咖啡过后，这个也是放很久的外套。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，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，握我牵手走过，一切将散抛在风中。拥抱雨和我，我完全不同，却难以抗拒。说完，哎呦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爱情里需要的证据，矛盾却美丽。你就是你，我才能是我。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。嘿，怎么这么多件？这个算好很多，在他那边。我安静，你的手，我充满你爱的。我已经放弃折起来，因为折起来感觉更好，我就不大。啊，是应该折起来比较好。好像卷的吗？啊，我觉得还是我把我留一件大衣起来。我太早放在这边了。啊，那地方的那我们再练一下。这件比较薄了，这件这现在放，我看看要。这个不能动，这个太重。你脑子已经不能运作了，到现在放，他说什么？到现在放。我等一下要挂起来啊！我这个要收进去，但没有地方放，所以这个我要干嘛？所以什么没有啊？出价。再试一次看看，羽绒外套就不能动，认真折折看。塞得下三件吗？我是觉得塞不下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你说如果没有爱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大衣真的很占用。
位置。它会爆炸吧？我觉得。这放得下去吗？怀疑。对呀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他怎么少一个箱子？怎么少一个箱子？我在后面，啊，还有一个箱子，那还行啊，还行还行。那个就留给他，不要说对他不好，不要说姐姐对他不好，我还是有留给他。然后这个再塞一个那个，应该就差不多。啊？再把它搬出来，再重弄。我最想要放在上面。呦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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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买箱子的时候，那个店员还说：“这些是你自己要搬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他说什么？哦，他可能觉得我有开车还是怎么样之类的，但我没有。然后我看到他拿着三大箱出来，然后说：“我这样他怎么回家？”然后后来就说：“好，那我叫建车回家。”晓得，对他抱那箱出来的时候，我傻眼。先放狠狠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，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？啊，最后一个箱子，空箱先上去。哦，顺。
等我一下哦，我先遮起来。江江，江江，江江，耶耶！啊啊，好累哦！啊，你看，看起来疗愈对不对？然后上面是我之前自己缝的那个。啊，好，我把它遮起来，我夹回去。好累哦。生气啊，苏雅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好像被推进去，好像很客气。我们两个太重了，推不动。好想知道，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。哦，怎么重？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，有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闻到，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现在看不到最近了，看一下。没有没有，还有空间，还有空间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，耶！啊，运动量够了，运动量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阿明说：“原来灰色的那件外套在你那。”Sorry 啦。你要不然我晚上给你，我要把珍珠吃完。好整齐哦。可言，他就是在家的时候的样子，他就是李丽丽在家最轻松的时候的样子，整理的时候的样子。对，现在的状况是涵涵如果回家会骂人。我要关静音。Yeah.
个好好大好大一个喷嚏。啊，很舍不得跟这些衣服说拜拜。怎么办？但真的不会再穿了。我好讨厌断舍离哦。好了，帮他拍张照。帮他拍张照。莉莉要成长。我要成长，我要学会断舍离，不然房间永远这么乱。好，我要学会断舍离，我不可以每次都犹豫不决。拜拜，虽然我很爱你，但我真的不会再穿。对，在整理衣服，在莉莉在断舍离。哎，这样我要可以把制服整理一袋，把它丢在箱子的后面。因为制服比较没有那个，空间释放1%，可能不到1%哦。就告诉我平常不要一直买，所以我就是一直买的那个。啊，但我真的好舍不得跟他说拜拜，他真的要说拜拜，不然衣服越来越多。哦，好难哦！真空袋还是要断舍离啊，不然再怎么抽，衣服还是这么多啊。我们要从根本解决衣服啊。这里哦，回忆没有办法解决，对，回忆是一直存在的。有啦，比较少一点了啦，一点。多的时间，就带着你的世界打着晃。
还是会不知所措。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。再见 QQ 算了，让他自己跳好了，你看我没喜欢。OK， 对不起，我忘记，我开始居家整理模式。对，我没有跟大家聊天，对不起，我太认真了。对不起，我要记得聊天。我居家整理模式了，我太认真整理了。更多的时间。我看整理，忘记。谢谢 Marshall 的啾啾你哦，好好笑哦。整理，开始自言自语。这是我整理的时候，这个要怎么办？要给谁？真的就是这样。现在是最居家的我，我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坦然啦、啊？就是最放松的状态。还是会不知所措。从今以后没有我，你会不会太寂寞？太寂寞。啊，怎么办？这样感觉我每要帮每一张衣服、每一件衣服拍照哎、欸。啊，这每一件衣服都好有意义哟、哦！哇哈！太难了啦，我好讨厌断舍离哦。我就一起帮你们拍个照。但我觉得我之后在整理相簿的时候看到这照片，我想说知道有什么意思。我的回忆，它是回忆，满满的回忆。我必须要狠下心了，不然衣柜永远都是这么乱。谢谢抓狂的真情告白，谢谢一耶。继续放音乐。希望面面不要以后找我复合，我会生不出衣服来。还是这件可以留着，好了，这件留着，不然哪天面面找我复合，我复合不出来。白衬衫，草帽还在啊，草帽还在，草帽在旁边。我擤个鼻涕。
见面啊、哦，搞不好不见了吗？哦，好舍不得哦，好舍不得，舍不得，不想要断舍离。我现在很多地方可以装我的衣服。谢谢阿 k i 的啾啾你哦。耶、yeah ！看我连那个衣架都是粉红色。下订两件衣服。为什么清衣柜呢？就是要有更多地方可以放衣服。哎，没有啦。这个仓库还存放，整个仓库的存放是没有那么多啦，没那么夸张啦。柯南的收藏也在这里，粉丝有很多东西要囤积。个人，我知道有那种个人仓库，我之前有想过，因为我东西真的太多了。但我还想再收哎、欸，我想收的更彻底一点，但已经满了，没得收了，剩一箱。但我觉得应该要留给他。他如果不需要，我再来收。他如果不需要，再来给我用。啊，但这个也真的不会再穿了。但这个好怀念，让他拍个照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真的。姐妹，对啊，这衣柜真的很厉害，我很佩服这个衣柜，因为里面塞了一堆我们的衣服，就是认真是用塞的，一粒粒进化了，一粒粒懂得断舍离了。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囤很多东西，异次元空间真的。但你们是不是看得到他的一小脚？我把它转过来一点点。异次元之门，哈哈，我没有把韩寒的衣服，韩寒的衣服要让他自己丢。好，今天好多进度，对啊，我进步了，我进步了。啊，这个。T 恤也很舍不得，把他们每一件都拍一张。iPad 没那喜欢看照片，应该不会啦，应该不会。
的灵活运用。谢谢高丽菜。哈哈，如果开门，不会，我跟你什么东西啦？哦，哎，两个小时嘞，我瘦了这么久，好累哦。100个精华都没删，放了这么多精华你啊。好了，这边好像差不多了。哦，哦，送完新奇款啊，可是我又觉得我要跟衣服说拜拜，我很难过。看你收完我也累了。哇，我觉得收衣服很开心啊，只是我收完有点难过，因为我要跟他说拜拜。嗯，嗯。这也是好的，救救你哦！耶、yeah ，转念一下可以迎接更多衣服，先不要啊，先不要再更多衣服了，会害怕。赶快去买点东西，转换心情，不行，我太念旧了。你看好疗愈哦，它卡得刚刚好。高级一点，对啊，高级一点。我也挺念旧的，我也念旧。放下衣柜，我觉得衣柜，女生的衣柜真的要偶尔就要断舍离一下，不然真的会越来越多。我现在才是正常衣柜的量了，不然之前都是爆量。我有一件超可爱的衣服，但我还不能跟你们分享，握手会才能让你们看到。它真的超可爱，我好喜欢哦。最近没啊，超容易被影响，真的。一起整理。两天都会穿吗？每一步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们可能要赌赌看哪一步哦，我有点忘记了，有排好了，但我忘记了。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好，给你们看一小角，好，一小角了，好，你们看到了，好了。
我要问的草莓他是喜欢，超喜欢。五月不会太热吗？没办法，我早就买好了。感觉会很热，不要让自己中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可我好想知道，到时候就知道。你先把这个放过去，给自己一点空间。终于少了点，但这个感觉应该也要放进去。但我一直在想那个要怎么收比较好。我忘记我把抽气的拿去哪里了。没煮到，他只是默默切的照片。可以啦，可以，感觉应该可以，希望可以。虽然我也忘记我拍哪一部了，我忘记我拍哪一部了，但很棒，我觉得都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对啊，都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部都不能错过。对啊。学到了，我现在每部都填。对呀、啊，才不会错过每一个不一样打扮的我。只要有你，我就不可能会失望了。笑笑真会讲话哎、欸，笑笑嘴巴真甜。怎么嘴巴这么甜？你今天吃糖？吃糖哟？是不是吃糖？嗯。哎呦，可是这些衣服真的不会再穿了。哦，谢谢听的星辰，怎么办？我还在犹豫这三件，我有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先做？好吧，我之前被韩寒骂的这个先整一整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很好看的，很好看的那个。很好看的窗帘，被韩寒骂的窗帘。被韩寒骂的窗帘，不让他睡觉的窗帘。哭闹脸可爱，我哭闹。哦。哦。我真的很不会断舍离，有没有断舍离很厉害的臭品牌？他断舍离真的很厉害，我真的是要向他学习。我都没有办法像他做事这么果断，我都很犹豫。我每次都想很久，然后他都很果断的决定每一件事。不像我每件事都想很久，然后想太多。啦啦啦啦，房间故意不装，不然可能啊，就有时候就想睡久一点呢、啊。搬过家就会断舍离，有啊，我有搬过一次家。
没有，现在是浅色的，只是是遮光窗帘，浅色的遮光窗帘。浅色的遮光窗帘，我一直想把它缝短一点，把它裁短，我自己裁短一点点，动手做。我想先把这个放去后面，我先来念榜好了。但其实好像还可以，还可以再有一点时间了。越快做决定，越不会舍得。睡觉会舍得还是舍不得？拆了感觉很难缝。有整体上瘾吗？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干净的地方，但我通常我会有一段时间破音，我会有一段时间特别想要整理，然后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弄。对，下午时间吃饭吗？可以啦，可以。我刚刚有吃了才开始播。我有吃火锅汤，然后煮牛肉片，然后吃白饭。我吃完才开始播的，感觉怪可爱，乱可爱。可是旁边很乱哎。我喜欢帮别人整理，不喜欢整理自己的，为什么？大家先忙，先说拜拜。好，阿哲拜拜，辛苦了，加油加油。你不觉得断舍离很难吗？对我来说断舍离好难。整理完就是没错了，这边感觉差不多要来整理一下。我真的应该要给柯南的周边一个家欸，这边可能自己也丢不掉，会真的会舍不得丢掉啊，我就是舍不得啊。先挂停 ，OK OK， 没问题。但是你们真的毕业了，找不到买家。要有两个。有两个空间。哦，对啊，那是床底下。然后柯南器材，那到床的器材。哎，放放了啦。不断空间还远，真的小断水，没地方放。对啊，已经没地方放了，好多东西了。对啊，好多东西哦。好啦，我先来念榜好了，先来念榜。今天很棒哎，我今天收了很多东西，居然一边直播一边收东西，那我觉得蛮棒的，就是跟大家一起收空间，感觉很棒，就是很充实的两个小时，很充实的两个小时。你去了，把这个放过去。我等一下继续收了，再收一下下。
好啦，我要来念榜了，大家。抱歉，今天都没有特别什么看留言之类的，我今天就是看到什么聊什么。但好像其实这样也不错吧，就是轻松聊，轻松轻松，轻松轻松也不错啊，也不错呀，不错呀，呀呀呀。不知道在日本上班族的川流吧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开始断舍离，首先丢掉老公，什么东西啦？大家辛苦了，大家是不是都在上班？辛苦了还要看直播？喵喵丽，为什么是喵喵丽？还拜托我朋友帮忙嗨嗨，笑死！还在有人，那那日月不错啊，对啊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就是轻松的，轻松直播，果然每天都要听几遍。好啦，念榜啦，大家。喵哦喵，没有哎、欸，是切谎吧？切谎就会喵，真可爱喵。川柳说明啊，我知道川柳啦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什么唐诗之类的那种诗句？大家想轻松补充能量，为了轻松直播。真的是轻松播哎、欸，我今天真的很放松，很放松的在整理。好啦，我先来念个榜。发现很多人他要都丢掉，真的。川柳我知道啊，柯南有写过川柳，所以我知道。好啦，念榜，耶！第一名是豆科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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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第一名的豆科，谢谢。最近啊，居家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样反而居家感你们比较喜欢吗？而且还招架不住了。会收衣服、整理房间、煮饭、顾小朋友，这个就不放什么东西啦。看没看，露头里面怎么都可爱的，打粉底哪里可爱啦？好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，谢谢豆哥。豆哥，你今天小剧场很多哎、欸，谢谢第一名的豆哥，谢谢豆哥。第二名是夏木，谢谢夏木，谢谢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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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谢谢第二名的夏木，谢谢春天木，抱歉没有跟你打到招呼，那我今天都没有打招呼，对不起大家。我今天我整整收好收满两个小时，我觉得非常满足，非常开心。谢谢谢谢第二名的夏木，谢谢。第三名是数学课本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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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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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谢谢第三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。方便帮你补当是不用，谢谢。你确实懒得出门，笑死。最近有好一点，原本这周也是很忙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变得没有那么忙，因为取消就没有那么忙。觉得难过，
还是觉得忙一点比较好，虽然很累但很充实。谢谢第三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谢谢数学课本。第四名是霸王，谢谢霸王。唱完之后要请本系固定整理衣服，你说要记得换那个是不是？啊，跟妈妈一起比较效率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样轻松的下午直播整理也不错啊。虽然刚刚让你们看到最乱的房间了，但你不觉得整理完看起来很疗愈吗？谁人看只会跟他问，这礼拜三休假，九天玄女降落，执着依然执着。我突然想到一首歌，但我突然忘记怎么唱。谢谢小霸王，谢谢第四名的霸王，谢谢霸王。第五名是林国，谢谢林国。从沈阳林小林后尾巴人人的，谢谢榜样人人的人的。最近做礼拜天没看到你的平板，快点再等，明天再来来，会去年更多，一定会的。谢谢谢谢第五名的林国，谢谢。谢谢林国。第六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。看居家女友是冻的居家女友，这礼拜有什么东西啦？谢谢第六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谢谢幻影战士。第七名是四号，谢谢四号降落降落。快点整理衣服，蛮好笑，不会无聊了，不会就好。因为范丞丞说到，有收到就好，希望每次看公演都可以开开心心的。谢谢第七名的四号，第八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他全天选，真真真真真热，超多衣服，感觉就可能会问问看吧，或者是会什么 QQ 的给我妹之类的，看他们有没有要。谢谢谢谢第八名的钟颖，谢谢谢谢钟颖。第九名是 Draken， 谢谢 Draken。 公演和旁边两条啊，哎，很两极耶，有的人说还好，有的人说很喜欢，超两极。今天是收纳小天才，对，今天是收纳小天才，耶、yeah！ 谢谢第九名的 Draken， 谢谢谢谢 Draken。第十名是 Popo， 哎、欸，你今天有放娜娜前辈的标志哎、欸、，ID 改这样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没有，那你应该要把改霹雳子霹雳子，然后放一个那个薄荷叶，耶耶耶，这样就很棒。你每次都不放，你可以放叶子加滴滴，这样我们就是嘿一个 CP 嘿。谢谢第十名的泡泡，谢谢，工作辛苦了，加油。第十一名是谢谢谢谢谢谢，看看电影就先大家顺便穿衣服先卡什么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第十一名的谢谢。第十二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有啦有啦有啦，请要仔细看着莉莉在公演的时候散发出的可爱。谢谢谢谢第十二名的波虫。第十三名是阿 Q 啦，谢谢阿 Q 啦。OK OK， 可以偷偷说 OK 的。谢谢阿 Q 啦，谢谢第十三名的阿 Q 啦。第十四名是Marshall， 他的笑容可以拯救世界，我知道你在说我啦，嘿嘿嘿。好，对不起 Marshall， 对不起，我知道不是在说我，但我就是想要带入一下我自己。谢谢第十四名的 Marshall。 第十五名是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，谢谢。勇往前进，喜欢美食，喜欢音乐，喜欢娱乐，喜欢莉莉。谢谢第十五名的金米粥，谢谢。明明没有喜欢莉莉，硬要帮人家加上去。第十六名是阿龟，乖乖乖乖，谢谢阿龟，乖乖乖乖。
对对，应该有是啊。他的胸罩直接空掉，ごめん。好啦，哇，我今天快赚快播两个半哎，大家拜拜啦，拜拜。今天赚播快两个半，太夸张了，居然整理播了这么久。拜拜。